那现在的洗车场呢，又多了很多项的服务，除了清洁我们的爱车以外呢，还会做一些美容啊、贴膜啊各项的保养。那希望今天呢，透过所有媒体先进还有好朋友来到这边共襄盛举，这个 TJ 车体美颜的开幕以外呢，大家等一下把照片分享出去，那跟大家分享，然后帮他们打广告，知道说这里有一间很专业，一群帅哥在为大家的爱车可以来做全方位的服务。那我是芝姐议员，我是东区的市议员。那在我的左手边呢，算是我的学姐哈，虽然比我年轻，这个是安南区的忠诚议员。还有在我右边，这也是我的学姐哈，是我们的南区安平区的周丽金周议员。那等一下我们还有一个更资深的学姐哈，怡珍议员也会来到现场。那我看这样款哈，那在这边呢要送上满满的祝福，祝福我们 TJ 车体美颜呢可以生意兴隆，然后这个宏图大展，那财源广进，祝福大家，谢谢。谢谢我们车体美颜，那我们是不是忠诚议员还有我们的丽丽议员，我都非常的客气，谢谢。